不喜欢陆龟毛这个称呼。啊？换一个。换一个。靖哥哥，这个听上去虽然有点过于亲切，勉强我还是可以接受的。靖哥哥，这么不要脸！淋水鱼佐玫瑰花酱，600块。橄榄油烤菌菇配温泉蛋，300块。还有一个就是鲜。你尝尝。小女孩爱吃的东西，我不感兴趣。我自己做的。那这样的话。我就只有自己吃了。嗯，酸甜适中，刚刚好。既然你做都做了，不能让你白费力气，勉强尝一个吧。皮太硬，山楂太酸，味道非常一般。哎，干嘛？过来。什么？你嘴角有块糖皮，那边。哎，我帮你，我帮你。我的意思就是说，你现在很被动，你需要被动变主动。等一下，别动，你头发上也沾了点糖，让别动，你看不见，要不然弄得哪儿都是。别动。刚才做的时候太不小心了，后面还有。我还有碗没有洗。